而刚才大侠也提到了，防守回合把陈邦万给换上来，是就他去做这个防守的角色，去他去干扰米卡。现在到陈邦万，对，因为刚才这一次防守是在他站在后面这个位置是防成功了嘛，对，所以再复制一下刚才的战术是没问题的。怎么了？应该是妖旗的问题。哦，嗯、妖旗别好。对。下半场。跟大家说一下的是，我们的这个比赛的视频，甚至去到了 IFL 爱国者的福克斯堡的主场去播放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打呀。米卡，还是想传球的机会，端区有机会，能不能给到？这球防得漂亮，防得漂亮，祖军。其实换上人，换上陈邦万里之后的防守两个回合都成功了，是，所以这个调整还是有效的。但是海外队会接着攻，来看一下能不能继续防城啊。二档因为传球未完成，所以开球的位置不变，是。而且刚才其实泽言也提到了，就是当你给两个女孩传球的时候，你难免球速不敢太快，对，是这样的话就会对手有一个判断的空间嘛。换开球位置，两个人在屏幕的上侧做堆积，有可能会让米卡一个变向之后走上侧，往篮往这段区掉，接住了，漂亮，星辰。这刚才提到的，因为星辰速度非常快，他可以去做这个外接的位置。对的，对的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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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这一下，米卡的假传点起了陈邦万里。是。这一下很重要，他把陈邦万里点起来之后，对方在空中，他很快传了第二下，对方完全不可能在空中再做动作了，这个球拦不下来了。看一下回放啊，这打出了一个有点跑风感觉的有点跑风感觉的这个跑位。而且清晨这个球其实不太好接，他调整了一下把球还弱弱抱住了，是的，就残倒在地上也没出界。压力来到了湖南湖北联队这边啊，看看这一次进攻，米卡直接杀入盒子地带，劲儿太大了，劲儿太大了。不得不说啊，如果大家刚刚接触橄榄球的话，有一件事其实是很难的，就是扔球。对，这个球毕竟不规则，看起来好像还好，但其实扔球，特别是扔直，是需要一点时间练习的。就只能说我们看多了 NFL 的集锦，你可能觉得那看起来很简单。是，但是把球传好跟把球接好都是两件这个游戏中最难的事情。没错，你看到那么多身体扭曲在界外还把球接回来的人呢，因为他们是最顶尖的选手。那是在我们的集锦里面，还在观察，换四分位了。直接去挑战达建，能不能接住？小南又是很可惜，又差一点。刚刚说到的扔球力度问题，又一次上演了。而且这个接球真的很难，很难的，很难的。高速运转中的橄榄球，你想把它一下拿实了，而且女孩子有一个劣势是手有点小，对，就得靠弹。如果弹跳很好的话，还能补足一些。真的是手有点小，不好一下把它接住。哎，卓轩那次有没有尝试就是去扔一下球，感受一下？我尝试了扔球，根本就扔不出去。就是那个，因为很难握嘛，对不对？特别难握。然后我如果抱球，就是如果接球的话，只能靠抱，因为手太小了。就是两个手去尝试把球控制住，但这样就很容易失去平衡。没错，没错，是的。但是好歹还是推进到了端区前五码，来看一下能不能成啊！这次进攻，还是要让米卡杀死，快、哎，没接住，没接住，这球啊，还是在杀死之前传出去了。而且米卡给的压力太大了，太大了，这个球不传，腰上的旗子就被蹬掉了。子成啊，很勇敢了，这个球。对的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。子成没办法了，这个球他不传就没了，就没了，就没了，只能传了。我觉得反而如果我超人知道啊，我会这个球，我会让祖军或者子成自己跑一下试试。因为现在看起来你去突破米卡是有难度的，我觉得。但是你看屏幕下方堆积两个人，可能走屏幕下方，走屏幕下方，哦，好球，接成功了，好球，打进成功，传得漂亮。还是前面几次进攻推进的足够多啊，是这一次的进攻难度没那么大，好歹是把比赛扳成了一个回合可以追平的分数。没错没错没错，还是有悬念。来看一下这个球，这个球就打了一个很简单的战术，就是斜斗掉，哎，就是把米卡吸引到另一边，然后米卡弱侧的那个人跑，只要倒地不出去就行。是，而且这球有点悬啊，就是这个出手就在起球线的一点点的位置，差一点点就越线传球了。对的，同样，那陈邦万里站沙四的位置去给米卡做干扰，三个人人盯人防守，
直接成功了你啊！但是米卡控制住身体，打进成功了，哇，太快了！哇，一道闪电一般杀入端区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爆发那一下拦不住了已经，而且我们。腰旗橄榄球不能上身体，是不能真的去擒抱他，真不能上身体。这个对米卡来讲是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。来看这一步，陈妈妈里被过掉之后，你不能去抱米卡，那就只能目送了。这一个爆发过去就是一个 Z 字形跑到底了。是哇哇哇哇哇，他压边压得很好，控制脚步控制着，不愧是打外接手出身啊，太厉害了。哦，两个人在赛前已经开始有点火药味了。思路是不错的，思路是不错的，我同意这样。就是，如果我不能像米卡一样一次打针的话，我就先用两次机会推进，慢慢推进，没错，没错，推进。换四分位，换四分位，一分半，自己跑，能打吗？好球，这下过去了。是米卡没有能够把其拔下来，好球。应该是得分有效，没错没错。那这样又追回到12-18，是的是的，不好说呀，这个是的，不好说的，不好说。吃的好紧，两边。每次湖北湖南联队都是果断的有回应，还是很好的。就差六分了，很接近，依然是选择长开球。看怎么打，在中锋后面两个人挨得很近，分散跑开，跑同一线路。米卡在观察，选择给达健被超级了，漂亮！起势的机会来了，子成。但是现在要注意时间，要注意时间，是要注意时间，马上列阵，马上列阵，注意时间，赶紧列阵。其实可以喊个暂停，没有要暂停，但要赶紧打了。这个时候，因为你要考虑一次打不进去的情况，是直接挑战大了。哎呀，大了，大了，出来就大了。啊，但是会停表，好在这个时候会停表。是，还有两次，还有两次，还有两档。加油加油，因为如果这一档不能得分的话，球权回到海外队时间不到20秒，那就很被动了。控完、啊、没错，很被动。以米卡的运动能力，我觉得玩躲避球肯定也是可以的，也是可以的。到了喝水暂停吗？暂停了，暂停了。可以说这一次进攻对湖北湖南联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是的，哇，比赛太好看了。虽然不像上一场海外队跟安徽北京联队那样，就是达阵很多，但比赛质量越来越高了。是的，不断的追平，不断追，哎，不断的往上追。哎呀，这个球传导没有到位啊！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四分卫和外接手节奏没有对上。但是往前推进了一点点吧？没有，因为传球未完成，传球未完成，传球都没有完成。是是是，还是在这个位置。这一档是必须打成的，23秒能不能打成？小南在观察，晃了两下，直接给，好球！哎呀，传，其实传的还可以，自成太可惜了，自成。那这样，自成手滑了一下，这球必须马上把球权拿过来。但是能不能完成这次成功的拦截？对米卡来说，他可能不会再传球了。对，我也觉得控着玩呗，因为传球会被超截嘛。对，是你哪怕。压在这个分数，对，我压在这儿，我控制玩，我来耗时间是最稳的。我可以接受进攻停下来，但不能接受球权交出去，但他还要传，我的天！哎，杀死成功，怎么了？幺七拔进攻，漂亮，成功的防守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一次防守成功，没有问题。祖军防得漂亮，10秒钟，叫了一个暂停。还是对米卡太有信心了，这球还想传再打一个。哎，祖军下了，祖军刚才有点崴脚啊，但是因为防守回合，所以陈博万里上也还好。是的，他孙祖军每一次手力气都好大，他真的防得特别好。对，换列阵了，海外队换列阵了，海外队换了一个列阵方式，最后10秒，精彩。看一下怎么打，米卡拿球再退，想跑，想跑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他太快了，但是出界啊，边裁示意在这个位置出界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已经把时间耗到了最后4.9秒，还有一次进攻，只要不失误，海外队很有机会晋级决赛。是，决胜5秒钟，端区前5码，最后要讲确实看得很仔细啊，有一点点踩线，这么一点点。
他太快了，他真的太快了。是的。哎，在前面，在前面，在前面，球在前面，球在前面，哇，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，已经紧张到不知道球在哪里了。主要这个时候，就最后几秒了呀。是啊，来看看怎么打，能不能有奇迹啊？米卡拿球，四秒，再耗时间，再耗时间，再耗时间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压哨达阵，漂亮。运动能力上的领先太明显了，米卡这个点。啊，不过也要把掌声给到我们湖北湖南联队，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。是的，辛苦了。不得不说，作为一位平时也说 NFL 的解说啊，我真的很开心能够在泛运动会上看到如此精彩的橄榄球项目，比赛质量非常高。最后还来了6分，真厉害。恭喜海外队晋级决赛，同时也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湖北湖南联队，非常非常精彩。